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批士兵了，之后就只能征召农夫了。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在为和平而战，但和平遥不可及。您为了阻止他已经尽力了，国王陛下。在洛丹伦，你本来有机会杀了我，甚至结束这场战争。你为什么没动手？我现在可以。我没有杀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有荣誉感。我说的对吗？你希望更多人受苦吗？部落，我已经为部落付出了一切，为他流血，为他杀戮，但斯瓦纳斯收毁了他，他迟早会毁掉所有。我想要的不过是从前的那个部落。Seraphon， 你到底为什么没有杀我？我希望你能阻止他。办不到。靠我一个。